本节目由金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金典有机生活由我定义。本节目由绽放姐姐实力的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思维师赞助播出，思维师超光屏，自信轮廓紧致上扬。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周六12点抢先看乘风2024，尊享姐姐请上车、乘风运动会、天真时间等更多精彩衍生。前面两公对于小考的重视程度绝不够，要做到位的话一定是肌肉记忆才行。这一次不想输，想赢。之前小考要是这水平该多好啊！这种时候不能被赞誉声冲昏了头脑。我是歌手，送给这些老师们。However， 但是这次要比巡堂的时候我觉得听感急剧下降。别怕，乘风2024第三次公演将会开启的是过线攻守赛，那么究竟参加本场赛前秀的会是哪两位姐姐？Wait a minute to you. 哎，我们不是第一。嗨嗨 ，Hello Hello， 我们川老少女哦。他们的歌就是少女的，甜甜的歌啊。噔噔嘟噜嘟噜，板板板板板，嘟噜嘟噜。嗨 ，Morning。嗨嗨嗨，你们这个团建好热闹的感觉。哎，你们这个团建怎么样？是不是？人多怎么样？感觉快不快乐？就是整啊，整个掉进去，快乐的如鱼得水是吧？也不能这么说呢，快乐是快乐，新欢旧爱在一起，最近都不发信息了，冷淡了。怎么会？不满意，真的。但是我说实话，我左边眼睛一看挪不开眼，确实也冷淡。你就像对待炫哥一样的对待我们。在说什么东西？他第一次来录节目，炫哥说找不着他的人，然后如今是我们也找不到他的人。我们说，我们第一天约他，我们说，哎，晚上我们一起湖边谈心。他说，好的，好的，好的，但我要先去跟大家摸摸底。然后说，如果不太晚的话，我们就去湖边。然后就再也没有信息了。进了你们这个就是盘丝洞，就再也没出来过了。昨天晚上他也没回房间。他没回房间，很晚才回的，不知道去哪儿了。看来你们也留不住啊，留不住，这心啊都。我们两个最爱都在这儿了，我一下爆俩。你看你这雨露均沾，使使劲，下一次咱就合体了。合体合体，咱找个机会就合体。合体合体，大家合体，大家合体。你们排的怎么样啊？你们舞蹈排完了吗？嗯，还没有。是这个吗？对，怎么都知道啊这个。这是你们的杀手锏吗？我们还有更好的。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个大漏瓢啊！你是不能多说一句了。给咱们不小心拿了个乐团，你这就放在这儿了。春秋坐起来，春秋大梦一起做梦。纯相信，纯啊，纯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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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性的力量。小雨，小雨，相信小雨，小雨，小雨，相信小雨，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到，就想个办法。场上称霸。可以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的。扬眉吐气日，我们坐下吧。有的人坐不下。都分散了，分散了，分散了。啊！对对对对。美，端庄美。姐姐们，姐姐们，哦，打文静，文静。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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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曹营心在汉。姐来。现在发布三公赛前评价规则，请看大屏幕。分为声乐考核和舞蹈考核两种。哇，声乐或者是舞蹈啊？30秒起舞片段。根据团秀类型，下雨天时间主语将自动参与声乐考核，其余四段自选考核方式。其中声乐考核仅剩一个考核席位了。哇，先选先得，
两种考核形式将各产生一个优胜团，两团各派一位成员以双人 vocal 合作曲的形式参与本次公演的赛前赛。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咱们想不想赢。不想赢的话，咱就考声乐。但我不是很想要再得零分了，我已经两个零分了。那就考舞蹈吧。剩下考舞蹈的就是我们组招牌动作，对，还有原创曲。虽然我们现在连动作都没捋完，但是我觉得他们会怕我们这首歌和我们这几个人。怕又怎样？怕，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队去选 vocal。也是个策略。我啥也不怕，我也不怕。我风格不一样。对，姐姐们，现在你们可以回到训练室，我们会在训练室给大家看一下四个团的舞蹈考核片段分别是什么，然后待会儿大家再选择就好了。谢谢。啊，那走啊，走回去嘛。要回去听那个片段，看那个片段。接下来我们将发布除邵文杰团时间煮雨、Joyce 团下雨天外，其余四团的舞蹈考核片段，请在训练室的电视机上查收。哦，我们还有，他是还给我们指定片段。对。我们将发布考核席位的选择规则，拥抱一场雨招牌动作 Bang Bang 小雨四团，请在十五分钟倒计时结束前决定是否参与声乐考核，若要选择声乐考核则举牌向镜头示意确认。你干嘛举啊？你不能举，这是声乐。别服我了。直接销毁是吗？你有没有考虑想要声乐？没有，没有，这块牌子已经没有了，已经直接吃掉，直接吃到籽，我看你们谁敢。那我们先练小考的话，练啥练？全抡，全抡，全抡。请在十五分钟倒计时结束前决定是否参加声乐考核。我们不参加呀，对吧？这段还可以吧？从 Daisy 开始，然后结束到丽君这儿。不用结束了，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就行了。然后我们就站好，好、OK。好，我们就不选声乐了嘛，对不对？好啊。嗯，放弃嘛，就看别人了。嗯，选择权交给他们，谁选声乐？哎，要不看那个，看看我们，细细细，看我们，看看我们，细细。咱们这个舞就没有舞美，好像真的是弱了点。就你要跟六人团比，肯定是弱的，嗯，因为他们全是大跳。我跟你说，其实咱们可能唱声乐，可能赢面更大一点，因为特色不一样。这个歌还是蛮有的，这个歌听感真的很好。咱要不就跟咱这个下雨天，硬杠，硬杠，硬杠。我不怕，我不再怕，我不怕，我都行吧。我有你们更不怕了。他不让我在这挥个十五分钟，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他们会选唱。不是，我把他举起来，因为我觉得招牌动作有可能会选。
我们就练舞蹈吧，看看。可以啊，本来我们就要练起。对，今天一下午就练这个起，明天就上去。对，所以就是何乐而不为？反正这次不想吃鸡蛋了。对，我觉得我们这次一定要一路顺到底，对不对？我是你的最强副队，你是我的 honor 队。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定会扬眉吐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有个助理，他叫杨梅，我现在让他每天都在吐气。我说你现在所有的工作任务就是吐气，他每天给我拍吐气视频，就在家里。姐姐，杨梅在吐气。当前已经有万妮达团、小雨选择了声乐考核，因此参与声乐考核的团分别是尚雯婕团、时间煮雨、Joyce 团、下雨天、万妮达团、小雨。所以参与舞蹈考核的团分别是戚薇团、Bang Bang、谢金燕团、招牌动作、何洁团、拥抱一场雨。咱把小考顺了吧，一定不要错，加油！听一下啊，还得练一练。忽而泪声盈盈如你哭泣，请把时间里寂寞清晰。对，我建议现在黑色来讲解怎么想你。要不我们听一听，听四个声部，大时间暴雨，太可怕了。他们也是四声部，这么大的声。我们是小雨，隔壁袁娅维老师那边有一场大暴雨在那等着，是一场雷暴，就是四个大暴扣，我们肯定要跟他们拼，胜算不是很大。明天就小考了，不慌。你们不慌？不慌，有点慌的，老师有点慌的。咱们要跟下雨天硬刚，没事，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对，我们就是小雨，我们就是小雨，我们不能唱成暴雨。他大他的，咱小咱的。对。哎，是有点问题。那个间奏的部分感觉会有点白。这个歌如果就是坐在这儿干唱。太单一了，看看别的人其实都各种加东西。这首歌对我们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因为另外两组默扣组的话，他们在专业上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可以展现，但是我们队的话展现的方式会相对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就想着说针对于小考我们来做一些特别的设计。加旁白呢？加语言呢？在这个歌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舞台的表演，舞台剧的表演，后面我们在唱歌。你能记得一些比较经典的能够娓娓道来的台词吗？他要脱离小时代。那我觉得不需要脱离小时代啊，脱离小时代人家也不知道这个是讲的。如果不管小不小时代，顾里很多经典的一些语言。对，有台词吗？就是有一些蛮多的。因为你可以管我一辈子吗？那你能管我一辈子吗？可以。我可以，我不可以。哎呦妈呀，对不起，我把自己讲鸡皮疙瘩了，我有点自己就把自己给感动了。其实说这些话其实蛮动人的，如果在台上的。对，很好看，我觉得真的可以演绎这种情境。哦，谁在那鼓掌？看一眼嘛。鸡皮疙瘩了。林姐，你真的牛的，非常有范儿。你说你这样什么舞都能跳了。来来来，开枪面刀，咚咚咚。就这个舞台舞，我们充满自信，一定不能输。尽人事，听天命。我的人事还没尽完呢，我不能够退缩的。要拿到那20分，我们真的可能可以把这个逆风翻盘的美梦给做完了。我们两个可能对于小考的重视程度都不够，所以这一功我们就重视了起来，就是
也是因为零零七，所以就是我觉得小考的确还是关系到就是我们最终的那个排名，还是会激起你的竞争意识。想不想上去感受一下明天小考的舞台？行啊，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对啊，我也是过于刻苦了，这是输不得一点，我跟你说。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想要跟我的团队去争取小考的第一名。我觉得想赢的心肯定是有，团队分数比较高的话，那离开的几率就会更低嘛，离开的风险值也会更低。要一直一直在一起，Hello， 你们好。Hello， 动感地带芒果卡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万妮达。今天我特地为你们带来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看里面有什么吧。站长，里面有我的签名专辑，还有一些我的小小周边。希望你们听到它的时候能够带来快乐和力量，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是你们给了我信心和勇气，站在这个舞台上追逐我自己的梦想。现在我会把这份小小的礼物放进动感地带芒果卡的盲盒中，送给动感地带芒果卡的小伙伴们。还有，其实最近我也办了一张动感地带芒果卡，发现不仅有盲盒好礼，还包含芒果 TV、咪咕视频双平台会员，再搭配专属流量，能随时随地的畅快看剧啦。更棒的是还有尘封现场入场券，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到现场看姐姐们的舞台，期待与你们相遇。 Love you。 哎，尾巴还好不？我觉得 OK。真的吗？我觉得行。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你尾巴有点问题，但你皮肤看起来巨好。哇哦，你好会夸哦。好，你真的好，好有效的安慰啊！我以后要是有什么不开心，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找你。真的，请把我标成星标好友。可以，置顶。你加我了吗？哦，我俩没有微信了。你真是，你真棒。好好好，太有劲。姐姐们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齐。我们即将要开始的是第三次的赛前评价，那今天两位总监依然会观看姐姐们的考核表演，而本次赛前评价考核升级，在以往的声乐考核的基础上增设了舞蹈考核，一共两种形式，而姐姐们昨天已经选择了其一进行确认。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六团选择的考核情况，请看大屏幕。声乐考核的是尚文杰团的时间煮雨， Joyce 团的下雨天，万妮达团的小雨。参与舞蹈考核的是何洁团的拥抱一场雨，谢金燕团的招牌动作，戚薇团 Bang Bang。 而本次的两个优胜团将会由两位总监共同决定，两种考核形式各产生一个优胜团，两团各派一位成员以双人 vocal 合作曲的形式参与本场公演的赛前秀，其中胜者将会为团赢得团分的加成，就等于都是三选一，对对吧？还挺平均的。那么我们率先进行的是声乐考核的环节，我们就有请尚文杰团前来做好准备，有请。这也太快了！别急别急，好，别急，就是有点紧张，没事。加油啊，苗苗！尚文杰加油！丹姐加油！声乐考核，尚文杰团正式开始。
制感好强啊，他这个歌。破碎了。他们那念台词那一下有点戳一下啊。真好，真好。对啊，让我想到了好多过往的事情。这个节目公演不能看，你一定会哭死的。接下来有请乘风一团 Joyce 团。呜呼，呜呼，加油，加油 ，T 呀 T T 呀，加油 ，Why you do？ 实力团体，哇哦！哎呀，老期待了。乘风一团 Joyce 团的声乐考核现在开始。下暴雨了，开始下暴雨这一块。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我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你觉得唱挺好哈。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再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只是没有我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我的妈呀，这冠军！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炒时蔬硬生生变成了佛跳墙，但说实话啊，技巧是真强。我的天哪，哇，太厉害了。我是歌手，我是歌手，送给这位老师们。老师，老师，老师们好，老师好，老师好。接下来是声乐考核的第三个团，万妮达团，小雨。我都不记得我们的歌咋唱完了，怎么办呢？稳住，稳住，对，稳住，没事，我们刚听完老师唱完，老师们唱完，该学生们唱。哎呀，怎么了？没事，哎，怕什么？哎，我想说话，我脑子一片空白，好像你在一个课堂，然后我们大家今天好像都是学生，然后准备上台要去考试，结果老师们做了一个示范秀，就突然之间心里就慌了，感觉笔都不会拿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跟你说，别空白呀！哎呀，怎么办呢？听音乐就好。我也空白，就是我脑子里有点……哎，我是这边吗？今天我们属实是被下雨天咱几位姐姐给唱懵了，一下上去我们四个
人就像落汤鸡，我们就被那个雨声给洗刷了，所以我们有一点慌张。好的，请就位。谢谢各位姐和老师。加油！加油！妮达加油！接下来，万妮达团声乐考核正式开始。就还很有范儿，对，就是明天全场第一了。烛光随着我的眼睛，就像落花一下都是天意，悄悄浮起残像像美丽。哈，就眉梢之间的留意，风雪月在爱中游戏，我用谎言来把你囚禁，命运在我手心。脑子一片空白，挺好挺好挺好。他这很难唱，他老真假声，他每一句都真假声换，就感觉很对，互相交错，但是在一起交融。对，四个小溪流在那儿互相流，流动性很强。我喜欢他，你喜欢他吗？哦，我太喜欢小雨了，他们四个真的是四人合一，非常和谐。嘉格的声音一加进去之后，似乎有种小声的感觉，它有一种雨打在那个大地上拖住的那种感觉，我太喜欢了，太惊喜了。接下来看看表演节目，看表演节目了，欢呼！很棒，很棒，太棒了！哇，真的，你们四个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现在声乐考核的三团已经表演结束，现在有请赵赵老师对于声乐考核姐姐的表现给出相应的点评和建议。首先，从这个时间主语来说。我还是觉得淼淼你有很大的进步，你的气息、你的稳定性、你的音准比你之前刚来这个舞台的时候强了很多。那我可能稍微说一下，就是郭碧婷姐姐，其实你唱得很好，你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每次自己 solo 的时候啊，你的眼神飘忽不定，但是你跟尚雯婕姐姐对视合唱的时候 OK 的，包括你在不唱的时候你也是 OK 的，找到这一点我相信你唱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唱没问题，就是你独唱的时候，因为你在想眼神可能会飘，所以我说底下找一个对象其实是一个办法。好的，下雨天的姐姐们，我说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敬佩你们，你们选择了一个难度超大的一个表演方式，你们让这个舞台有了更专业，有了更丰富更难的表达。 However， 但是这样的难点它相伴的就是风险，一个人不准
长短气息不一样，那就会导致大家的听感急剧下降。在这样的表达里面，只能去熟练熟练熟练再熟练，一直达到你给观众呈现的是没有瑕疵的表演，这才可以。那到小雨这首歌，陈浩宇你唱得非常的好，我依然非常的期待你能在这个舞台上有除了野子之外的一次更惊艳的表现。我觉得你今天做到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一定我相信会更好。李佳格姐姐，今天我觉得你的声线和这首歌简直就是让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小雨的声音，我觉得特别好听，就是完全没想到黄龄那样的声音由你来唱也能唱出别有的风格，我觉得特别好。我第一次听到赵赵老师表扬我，我真的特别开心。他的表扬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意义？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是个歌手，我需要得到我就是想要得到声乐老师的认可。好开心啊。很开心。四位姐姐在一起其实都找到了这首歌的灵魂，也让大家让我在舞台上跟着一起跳动起来，我放松，我没有那么紧张的替你们，我会在享受音乐了。我相信在将来的公演舞台上你们要做得更好，要怎么样的把这个享受带给观众，自如地表达自己的东西。谢谢。那么我们就先请赵赵老师来公布在声乐考核当中哪一个团成为本场的优胜团。从声乐角度，然后从整个演唱角度，我可能选择我们队伍的状况，他是需要赢的，求胜的那个心态是更强烈一点点的。如果我们表现得好，我们会为排名末位的姐姐起码拿到一个机会。我可能选择小雨。恭喜万妮达团小雨成为本场声乐考核当中的优胜团。说可以吗？多一个红毯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加油。我最喜欢的就是小雨这首歌，甚至其实是超过下雨天的，他们也设计了很多的和音，还有一些feel 的 ad lib 的东西，我觉得完成度都非常高。怎么回事？我三次小考都在头几名，我三次了。我第一次就是小考，第二次小考真是好事，小考之神。现在进入到舞蹈考核的环节，首先有请，我们就请何洁团走吧，先来做好准备。biu biu， 开心力量都给你。好 biu biu biu， 加油 biu biu。全是小短裙儿，只有甜甜姐没穿，剩下全是小短裙儿。六个小可爱，往前了吗？这儿吗？然后转的话往这儿是吧 ？Yeah，Ready？ 何洁团舞蹈考核正式开始。下叉值得投票。大家怎么想？没想到是甜甜 C 位劈叉。劈叉犯规了，劈叉太厉害了。说下叉。嘎。我的筋。嘎。我也只能到这里啊、哦！不行 ，No！I can't。
接下来请谢金燕团前来做好准备。到我们了。我又开始紧张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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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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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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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加油的！哦，加油！加油！加油！谢金燕团舞蹈考核正式开始。激动在干嘛？他可能跳对了，他跳对了，他就很激动。怎么那么可爱，蔡文姬？接下来有请乘风二团、戚薇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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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期待他们。你看他们今天全黑，好酷。加油！加油！舞蹈考核，乘风二团、戚薇团考核正式开始。他跳得好好啊，他跳得非常好，他常年的肢体训练，他所有的舞蹈都没有问题。丽君，丽君，你跳得好好啊。真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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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真的，我继续努力一下。非常帅，好看好看。辛苦六团的姐姐们，那我们本次的声乐考核和舞蹈考核现在全部告一段落。接下来金伟老师对于舞蹈考核的三个团进行一下点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Bang Bang 组，其实确实三十秒很短，好的地方在于蔡诗芸姐姐真的帮了这三十秒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她一开始就可以抓住，我认为是最对位的一个表演，她的那个表现力我觉得其他姐姐身上都可以去学习一下。然后整体整齐度不错，招牌动作组第二组，首先谢金燕姐姐的表现力非常好，王琳姐姐可以稍微放松一些，整体的整齐度还可以更好。还有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关于 build up 那个道理，就是你们触发那个 beat 的时候你们要 hold 住，我希望还是把 build up 这个概念完成的更好一点。招牌动作那个开手那一下给我一个你已经准备的很充分的，而不是到我了我只是把动作摆上去，而是我要触发我自己去进行这样表演。拥抱一场雨，你们比昨天要整齐很多啊。对于像这种偏快乐一点的歌呢，它的副歌出来的那一瞬间你们的那个 timing 很重要，因为这个舞里面有很多这种细节的手势啊，也许你们没有发现，当你们在做手势的时候有的人会习惯的去这样
有的人这样，所以这些小细节上面不是很齐。因为这首歌它本身很快乐，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快乐是统一的，不是分割的。我刚刚说的那细节，我希望在公演的舞台上你们会有一个完美的表演，好吗？那么接下来金伟老师公布一下舞蹈考核当中的优胜团。舞蹈考核团我们商量的优胜团是天哪，前两次都是零，前两次都是输，这一次不想输，想赢，想赢，想争取给我们自己加20分的机会。优胜团是 Bam Bam。恭喜乘风二团、戚薇团在舞蹈考核当中成为优胜团，恭喜六位！我终于摆脱了007，这是我们应得的。没想到小考得第一次，这种感觉。我这是第一次。这一次舞蹈获胜团，我选了戚薇组的 Band Band。从一开始的进入，然后到整体的默契度，我认为他们综合评分是最高的。恭喜万妮达团和戚薇团在本次赛前评价当中获得优胜。那么接下来本场公演赛前秀为双人 vocal 合作秀，两团可思考团内最适配的 vocal 能力者人选，代表团队出战。提醒一下，也请两团慎重考虑，其中胜者将会为团赢得团分加成。接下来公布我们赛前秀歌曲的 demo， 请看大屏幕。R&B 中速吗 ？R&B， 这是谁的歌啊？我没有听。王嘉尔的。嘉尔跟林俊杰的。我不会唱 R&B， 你去吧，救救我！你可以，你可以，我可以的。接下来就请两团回到训练室，你们将会有20分钟的时间进行团内的商议，派出哪位 vocal 能力者出战。你想不想唱？你会唱吗？哦，我听过，不会。哦，我没听过，完全有一点点。两个男生唱的，我们回去听一下。你可以的，你相信我。没有，我真的我，你就说前两次的歌，我还基本上我都听过，我都会。对，跟我们听过，你学歌功，我们回去一起学一下，走。本节目由金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金典有机生活由我定义。本节目由绽放姐姐实力的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思维师赞助播出，思维师超光屏，自信轮廓紧致上扬。本节目由金龙鱼1:1:1再升级，反式脂肪减到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线防漏升级，保护再舒服更自在的护舒宝卫生巾赞助播出。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祝您2024乘风而上。这歌听半小时，那公演的歌全忘了怎么唱了。Yes， 耶！哦，林姐早安，早安了，朝气蓬勃的一天又开始了，走吧。冲吧！你要不要拿几颗你的芝麻丸哦？包里都有。来，同学们请。哦，来了来了，最可怕的女人来了。其实我们组在舞台的感觉上面是很在线的，我不担心三公的整个的舞台呈现。赛点秀对于我们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我需要赢。全体姐姐请注意，公演即将开始，请在活动区分队落座。有请乘风见证人黄晓明，主持人齐思钧。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钧，欢迎各位。大美中国热望成风，欢迎各位来到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成风2024。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和经典呼伦贝尔有机奶一起奔赴有机生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成风2024的第三场公演的现场。首先欢迎音乐总监赵赵老师，舞台总监金伟老师。同时要感谢今天到达现场的公证员，欢迎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湘乡公证处的杨婷婷、王一曼，欢迎你们的到来。那么今天我们一出场，这片舞台就让我们感觉身处一片枫叶海当中。这么美丽的场景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大美中国的哪一个节气当中呢？哎，节气就藏在我们的公演主题之中。本场公演的主题就是立秋之雨，有梦未晞。一庭秋雨，一声秋雁，打落树叶，浇不灭心愿。在别人迫切采摘果实的时候，还有人想把梦做得更大。在不声不响的坚持里，催生以柔化刚的爆发。惊雷乍响之际，树枝高了，世界大了。本场公演舞台所呈现的景色来自于我们24节气之中的立秋。古人也在秋这个时节写下了许多意境深远的诗词。那么让我立刻想到了一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太棒了。其实刚刚现场的所有观众和我们一起诵读这些诗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特别美好。我觉得唤醒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片土地那份深沉的热爱。没错，那么想必在观赛区的姐姐们与我们也有着相同的热爱，是不是？是的，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各位见面了。让我们欢迎成风2024的所有姐姐们。在此要为大家特别介绍我们的成风一团 Joyce 团的姐姐们，他们在二宫中取得了总舞台成风之第一的好成绩，成为了我们新进的成风一团。接下来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本场公演的成风二团戚薇团的姐姐们。队长戚薇在二宫竞演当中取得了个人成风值第一的佳绩，也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成风二团，期待你们今天的舞台。好，讲述一下我们本场公演的规则。成风2024第三次公演将会开启的是过线攻守赛，本场公演共分三轮进行，28位成员分为6个团。第一轮赛前秀，在赛前评价当中获得优胜的两团会各派一位能力者出演双人 vocal 的合作曲，胜者为团获得20的舞台成风之加成。第二轮为本场公演舞台新设的队长合作秀，六团队长将会同曲对决，为团获得不同的舞台成风值的加成。第三轮为团秀，成风一团将率先开启表演。成风一团的总舞台成风值将会作为本场安全线，其余团体总舞台成风值如果超过成风一团的总舞台成风值，则全员安全，未超过则全员危险。而最终成风一团的总舞台成风值排名全场前二，则全员安全，反之则全员危险。所以他们是第三名，他们就不安全了，对吧？只能是第一或第二。三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四个人都是很具个性的 vocal， 他要的是配合而不是独秀。但是呢，我有信心，因为我们来就是乘风破浪的。所有微选成员当中个人乘风值末位的4位成员将会暂别舞台。好的，接下来乘风2024第三场公演将率先开启的是赛前秀。
代表所在团参加赛前秀的两位姐姐在默契配合的同时，也因为竞争而暗波涌动。两位姐姐中，如果其中一方获胜，获得20乘风值的加成，就意味着他所在的团离获得全员安全将更进一步，甚至有望拿下本次公演的全场第一。是的，所以赛前秀的成绩非常重要。那么究竟参加本场赛前秀的会是哪两位姐姐？请看大屏幕。一位是在这个舞台首次挑战慢歌，极具反转魅力的刘星姐姐，一位是外表清冷，开嗓却极具爆发力，让人惊艳的陈浩宇姐姐。两位姐姐在这个舞台的第一次合作，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刘星和陈浩宇姐姐带来的歌曲《过》。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星儿！加油加油！放轻松！加油加油！没事儿。加油！讲实话，对于我们队来说，这20分就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确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妮达跟嘉格的排名不是特别好，我们队伍的状况他是需要赢的，因为如果不赢，他就是有风险。你想错。等一下，你放松一下，你想一下，这不是我想想想想的，擅长的，是我想唱，但是我怕，别怕，你不能怕，你怕啥呀？别怕，有舞台就争取。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希望我有一个跟我可的合作舞台，无论是像之前身后啊、虚拟啊这样的，是因为，大家可能现在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歌手，但其实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就是除了在姐姐这个节目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过一个，就是我想象中就是很我的。听一遍，它是真的叫属于陈浩宇的舞台。咱们能把这20分拿掉，全能搞出。但是那一刻突然汹涌而来的其实是巨大的压力，就是。还是一个赛点秀，你还是要承担着你们整个队的期盼跟压力，他一定会有啊。我心里有一种觉得我所有的就是原来那种渴望，突然之间觉得有一点扛不住。我那一刻我就是觉得我这个人疯狂在打架，我就是觉得。不知道是自己的渴望更重要，还是觉得我希望他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更重要。我觉得你可以。我是肯定可以。我但凡今天这歌我熟一点，你别担心，我一秒我都不犹豫。你别担心，你找一个。你改个 key。一直混穿他，我上一次就是这样，我无比想去，但我不敢。歌嘛，浩宇连野子都能唱，这有什么不能唱的？推他一把他就敢了。怎么样，姐姊妹？怎么样，姐姊妹？你别走了，都吓哭了。我会觉得那一刻妮达跟嘉哥还是用某一种力量，我觉得拖住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可能想要放弃的那个我，然后我很感激他们，我也很感激觉得有人可以给我这个力量，觉得让我那一刻我就是自己觉得好，我不管这个东西我擅长还是不擅长，我今天自己觉得有没有把握，就是我要冲。怎么样，姐姐们，今天咱们必须给小浩宇整上台了，必须给小浩宇画画，咱必须给小浩宇整上台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冲，走，没问题，可以，收到了吗？可以的，我可以。我跟你说，你就别想着这个分不分的，咱们就是说，咱们把自己这舞台整明白，没问题，我可以。我在一公二公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被保护的小孩，但是可能到三公，我会觉得我自己求胜的那个心态是更强烈一点点。因为我需要赢，
那你觉得对方他们会排除谁？一定是浩宇，一定是浩宇，我也觉得是浩宇，一定是浩宇。那这样子，你们两个声音还蛮适配的。来了，你在想什么？浩宇人气也挺高的，你人气第一，好不好？对，对决，对，不给你压力，没事。你能不能把粉丝借我用用？喂，那个全都送出去，从今天开始一家亲，走。我去，我懂了。你拿二十分回来，我拿二十分回来，咱们拿第一。咱们谁就咱们就这几个人就可以继续。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推卸的时候，我想争取这二十分，我觉得我能把它做好。有啥要交代的吗？我先上去了，浩宇一会儿过来。我俩再唠一下那个歌。抓紧一些时间。我可能会睡得很晚，你们如果要是洗手间不够用，都可以去我那儿啊。好的，主要是现在这个前面就，前面你改好了对吧？前面就不动吧，前面可以不动，就咱就从需要合的地方。懂了，是好听的可是。这句可能是要加一点会好听。可以啊，好，我明天把这个，我可能最后两个字会调个音。你能记住吗？我要给你拿纸儿。我能记住。能记住，所以咱俩咋背词儿啊？我已经背完了。我已经背完了。不是因为我对词可能比较敏感，我是演员。对，我看词儿我就能想。一位好演员，好歌手。不是，但是我想一下，但是我从这个宣布了要准备两首歌了以后，现在堆积了一大堆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做完。要不要睡觉？我没办法睡，我还要去。对，你不用练舞了，你就先去练好你那首吧。到看你们到几点呗。如果我结束了，你们还在练，那我就去找你们。好。然后，这首合作曲对我来说也不是非常的熟悉，时间太有限了，压力特别大。我焦虑了，已经。你能记住吗？他们记住了。你记住了。所以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都没走。我非常的对不起。谢谢。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辛苦了。姐，你说啥？这个过太让我崩溃了，确实是时间是我最大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完成你不能完成的。你听的会记得，我今天化妆的时候听，我差不多放四句，我就睡着了。你所以就是太累，你脑子进不去东西了。你现在真不如你睡上两个小时，你不会一直转。那我就是一直记不住，我现在一句话都记不住了。我今天晚上不睡觉了，我必须得把它记住。接受不了这个事情，一个是出于我觉得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连这么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好，我真的觉得我不配有这个舞台。决定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又没有表现好的，那我真的觉得太不应该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一定要成功，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希望可以帮到我的队伍。所以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停地记，不停地记，长在我的脑子里。
老师，你放歌，我们一个一个人来吧。这样大家也都能休息，也都能练。你最好让我去过一下我的过。不想辜负你们对我们当时对我的信任，跟他们给我的那份力量。这二十分是真的很重要。全力。这一功拼了，有点紧张呢，不知道为什么。对对对，我也。加油，浩宇，小宇宙，放轻松，爆发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欢摇滚乐的刘信，然后我是来《乘风》里面不停地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刘信。大家好，我是陈浩宇，然后，我在《乘风》的舞台上算是一个舞台小学生，来学习。两位都非常的谦虚，然后这次两个人合作感觉怎么样？我没有想到，就是，浩宇给我的印象就是最开始就是人小小的，能量特别大，但我没有想到他其实他本人的性格的能量也特别大。对，就在我特别焦虑的时候，就是浩宇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心理上的和就是这个歌曲上面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我可以跟浩宇合作这个舞台。很好哎，两千，很好。但是其实我跟他合作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就是小的细节，他很喜欢手抄歌词，然后会让我觉得说他是一个就是很少女心，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初中的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对，然后我那一刻突然觉得然后而且他抄歌词还会用各种颜色的笔，就是这个细节让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流行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也是用这种音乐，但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首歌上面，因为他们分别为自己所在的团，刘星姐姐所在的是乘风二团、戚薇团，浩宇姐姐所在的是万妮达团，为他们团来争取到后面的舞台二十的加成。所以稍后我们要开启的是乘风值投票的环节。如果你喜欢陈浩宇姐姐的表演，就按下01号；如果你喜欢刘星姐姐的表演，就按下02号，为她投送乘风值。那我们投送通道现在开启。然后我跟大家聊几句吧。那个今天所有的舞台都会特别特别的精彩。我是几号？你是02号。02号。我是2号。我现在在乘风二团，所以对乘风二团的姐姐们都非常有爱，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乘风二团的姐姐们顺利的度过今天晚上所有的比赛，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如果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我能够拥有一个这样的舞台，能够跟刘星合作，然后拥有我自己的这个合作秀，我已经很知足。但是我现在能够站在这里，我有这个勇气，有这份力量站在这里，真的是也是因为我们组的万妮达、李嘉格、苏妮、孙夏琳三位姐姐。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能让他们也跟我一起留在这个台上。谢谢大家。好，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揭晓第一轮赛前秀的结果，究竟两位姐姐当中哪一位能够为自己现在所在的团率先拔得头筹。结果请看大屏幕。送快，好紧张。恭喜我们万妮达团的陈浩宇姐姐以472的乘风值在赛前秀当中拔得头筹，为你所在的万妮达团率先赢得20的舞台乘风值加成。赛前秀的这个胜利不仅给了我们20分，能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比赛更有了信心，而且也看到了浩宇特别有实力，特别值得这样的一个舞台。妈呀！加油！棒！没关系，没关系。他唱的太好了，容易哽住了啊！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还有能量，发功，我们给他能量，给能量三，给他一，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从一公、二公到三公，我们已经非常熟，大家像老友记，一点点味吧。就在第一天都不敢想后面能跳成啥呀。好一点哦，谢谢姐姐。我想揍你啊！我
我觉得妈还是不容易，要唱我们的歌，要跳我们的舞。还好她很爱吃我们的饭。你要是又瘦又白又会唱，你来这干嘛了？一边微笑一边流着泪，一边疯狂的向前奔跑。一首歌就已经时间其实不是很够了，现在就是塞了两首，这一轮是最难的，没有颗粒感，听不出来，我就分不清他唱了没唱。这首歌大家都想要，我不想输。你们给我站起来！这不就是大家喜欢看的姐姐吗？我有时候想落泪的。I discovered so much during this song. 所有的困难对我们来说小 case. 我会努力拼到我被淘汰的那一刻，就直接炸翻他们。这首就是四重唱的天花板。我们想要冲乘风一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们究竟有没有超过乘风一团所设下的安全线？上芒果 TV 搜 SVIP 限时抢乘风2024 SVIP 专属录制入场券。